最近嗯，我在咋的家了？里啊，嗯，哎，上网一个人。我爸也在家，哎呀呀，过来陪我坐下吧。喝下茶。我身体真的没有好啊，哎，不干什么那啥，我身体真的没有好，我知道，也不干什么，好吧，真的还请您推荐我，会推荐你的啊。然后我身体真的没好，我说话算话的，等我身体好了，怎么都可以，可以吗？哦，我不怕，是那个意思，我知道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就过来陪我坐下吧。我怕你忍不住，不会的啊，最多昨天那样吧，好吧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哦，你刚刚要把那个拿回去，刚刚要把你自己东西带回去好，你过来吧。我是江西省万年县退休教师李长柳，我实名举报江西省万年县委书记毛奇，毛奇利用职权长期对我女儿猥亵性侵，我女儿是万年县上房乡原党委书记李佩霞，根据录音文件属性显示，2024年5月23日。他与毛奇发生争执，所以又去省纪委进行举报毛奇，并称手上有他的录音。3天后，李佩霞却被万年县纪委带走留置至今，并被输缴了存在毛奇犯罪证据的电子设备，至此失去人身自由，无法向社会发声。被带走前几天，他留给家人一个 U 盘，并嘱咐这个 U 盘可以救他的命。根据 U 盘的内容以及他平时跟家人透露的信息，我才得知毛奇利用职权长期对我女儿进行恐吓、打压、索贿、利诱，进行精神控制，并强制猥亵、性侵。因李佩霞已被留置，处于完全被毛奇控制的状态，无法发声，无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出于对我女儿生命安全的担忧，我实名举报毛奇的严重违法滥纪行为，恳请上级主管部门对毛奇的违法滥纪行为进行立案调查，给李佩霞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，确保李佩霞生命健康安全，严肃党纪国法。以上举报有录音材料作为证据，我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